Our story begins more than 60 years ago inside an abandoned chicken coop, where our founder discovered a retired teacher living, no home, no health care. So she said no to this injustice and yes to transforming lives. It's this drive, this compassion, that inspired AARP. Today, we empower people to choose how they live as they age. As a wise friend and fierce defender, we advocate for better health, financial security, and stronger communities. AARP, join us in making a difference. 8年前来到美国，我呢突然间就得了个癌症。我儿子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他带着我去上医院去做检查，而且去了两个医院，然后进行了半年的放化疗治疗。通过治疗以后呢，我就是恢复了。就是放化疗结束以后呢，我的身体就急速的下降，就是不可挽回的那种身体。后来我们有一个阿德本一个朋友，也是在美国，也是我们北京的好朋友，他那个就告诉我了，说他奥特曼，来到奥特曼以后就改变了我一切。刚开始不知道奥特曼有这么好，让你恢复健康的这些东西。奥特曼的医生，哎呀，就对我特别特别好，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我的病情做了深刻的分析，然后又给我进行了物理的治疗，而且做那个热敷，饮食很清淡嘛，这样对先恢复健康是很好的。奥特曼就是给了一个老人晚年的一个幸福，非常非常爱奥特曼。您的人生丰富多彩，福前健保优势计划全面照顾您的健康，维护您的健保传统，无需额外费用。福前健保，健康文化为本，福利周全为先，现在就致电。我们想要一个在乎我们的联邦健保优势计划，在乎我们的文化传统，在乎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相信健康并不只是依赖药物，而是关乎到整体的医疗保健。我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还有很多新事物想去体验，那就是我们选择福全健保优势 HMO 计划的原因。福全健保，健康文化为本，福利周全为先。We are announcing that City of Hope has signed definitive agreements to acquire Cancer Treatment Centers of America. There's a physician-led network of primary care doctors and specialists right he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 medical group that includes hundreds of local urgent cares, labs, and hospitals, offering expanded access options to meet your needs and preferences. Our mission is not just to provide quality care, it's building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way we care. Regal Medical Group contracts with major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Before you choose, call or visit us online to make sure your doctor is in the Regal network. Complete care, close to home.给您拜年喽！现推出牛拜新年福袋，大金福袋里面有维乐山丘十鹿庄、嘉德葱渣饼12个、澎湖花生酥，还有2包金门贡糖；大红福袋里面有嘉德凤梨酥6鹿庄、嘉德葱渣饼12个、澎湖花生酥，还有金门贡糖；小红福袋里面有嘉德凤梨酥、金门贡糖，或者是嘉德葱渣饼。现在上网 newtvmall.com 或拨打电话626-899-7568立即下单吧！牛拜网祝福您福兔迎祥，玉兔迎春。联合健康保险亚裔资讯中心，全新为华裔社区服务近30年，
我们提供一对一的咨询，帮助您选择适合您的健康保险计划和福利。我们的华语会员服务可回答您关于费用和药物承保相关的问题，并在您申请政府福利时提供协助。联合健康保险位于南加州的亚裔咨询中心，地点包括天普市 Buena Park、 尔湾以及洛杉矶韩国城。欢迎您到访联合健康保险亚裔咨询中心，我们将会在此为您提供服务。如何使用 Roku 收看 Sino TV 华语电视？点击遥控器上的 Home 键，进入主页，选择 Streaming Channels， 选择 Search Channels，输入首字母 KGNK， 看到客观你看的标志后，按下 OK， 选择 Add Channel， 再按 OK 添加频道。回到主页面，选择客观你看 App， 进入后选择 Sino TV 华语电视即可。如有疑问，请咨询626-899-7568。六，我的华语电视又跑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呢？妈，你落伍了啦！现在用这两个小盒子就可以了。Roku、Amazon， 真的吗？我们去试一试吧。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把我们的 Roku 接在电视机上了。那手上呢会有一个遥控器啊，按这个 Power 呢，这边就起来了。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呢就是 Roku 的主页面。妈，你看哦，是不是有个 Home， 对不对？那我们要调到用这个方向的键，用这个右边啊，调到这个 Home 的主页面，一直往下走，按下键。下大家就会看到有一个 add channels， 就是可以增加一个频道。那其实在这 Roku 里面呢有许多许多的频道，那想要看我们的华语电视呢，要增加的这个频道的名字叫做客观你看，大家记好了，客观你看，点进去按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搜索，按下键会有一个 search channels， 再点 OK。 客观你看的首字母我来考一考妈妈，你知道吗？客观你看Yeah. K， 我们试一下啊。K， 关呢？关是机。嗯哼。N 是 Nancy。嗯。看是 K。好，大家记住了，只要首字母就可以搜到了。KGNK 就是客观你看。然后我们再点右键到这边来搜索一下，就出来了，有没有？好，那我们再点 OK 哦。点进去之后，我们就确定要增加这个 channel， 增加这个频道 add channel，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输一个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一个密码。那我们在第一次装这个 Roku 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账号，账号就会有一个密码，这个密码不能忘记啊。我按下密码，然后再确认 add channel， 按 OK。 好，这边就开始装了，大家可以等待一下。好，这样就已经装好了。那我们再回到主页面去看一下，这个遥控器上面会有一个小房子，就代表主页面。然后又到 Home， 我们又按右键看看有没有装进去。已经装进去了，点 OK。 在这里面可棒了啊，所有我们想要看的这个华语电视都可以看到。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可以看到什么。哇，看到我们洛杉矶的华语电视，还有纽约的华语电视，还有别的许多的频道。那我们就点开这个洛杉矶的吧，看看现在正在播什么。好，按 play。抗议状。我们的陈医生呢？正好在播我们的这个陈昌平院长的这个干细胞医药时间，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比平时我们的天线更加清楚了？对，而且也不会有你找不到这个 channel 的问题了。对，而且声音也特别的好。怎么样，学会了吗？学会了。我找到华语电视洛杉矶，而且我可以看他们即时的新闻。还可以看直播，非常的方便，好棒！给我妈点个赞。那当然啦，这个电视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我们要学会使用我们最新的频道，在 Roku 和 Amazon 的 Fire Stick 上，很简单哦，一起来试一试吧。
顺利。耶，好，一个赞。